出去了，他吹着那个琴。他说你可以再开过来当一下。嗯，你没有来过。有地方可以去。我开进那个停车场，就是说，如果说要从这里出去，从公共出去，就可以看到商家。所以我上个地方好像是围起来，不能通过，通过其实较准。指挥的，我要把它单独分开啊，瞬间才会单独看到六百。